位老师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邢昆仑。接下来呢，我将为你演一段相声。其实我的专业是做主持人的，相声呢是业余爱好。尤其今儿啊，要跟德云社的来 PK 相声，这简直就是班门弄斧。所以今天我的目的不是 PK， 目的只有七个字，那就是学习、交流、长见识。而且今天呢，最让我开心的是见到了郭老师，也见到了石富宽老师，我特别的开心，特别的激动。所以不管演得好还是不好，都希望你们给我点支持和鼓励，好吗？以前有一个相声叫《报菜名》，里面呢提到一个地方叫深州蜜桃，那就我的老家河北衡水深州。我们家呢就是农村种桃的，可是桃那么好，当年家里比较穷啊，那桃也卖不出去。据我妈说，家里当年穷什么情况，穷到什么地步，说那老鼠到我家转一圈都是含着眼泪出来。但是后来好了，改革开放了，我们家桃呢也卖向了全国。这不去年吗，过这个蜜桃节的时候，全国的客商都在我们这儿去买这个桃啊。这买来买去买来买去，你猜怎么着，就剩了我们家两箱桃，大家伙围着都想要啊。刚开始过来一小姑娘跟我说话呢，套近乎，大哥晓不晓得我是哪儿的，我四川来的，不是大学生，我是来打工的，你照顾一下这桃买给我噻。我一听这小姑娘说话挺好听的，我还没说话呢，旁边有一个唐山大婶在那吆喝，哟，这大伙要是买桃呗，走得买人家他们家桃啊，为啥呢，还能算知不道啊，人家的桃它好吃不是，我们家呀年年卖他们家桃，年年卖他们家桃，那今年还得卖给我们家不是。旁边又有人不乐意了，说嘛呢说嘛呢，你说嘛呢，怎么就卖你们家了啊，知道我哪儿的吗，我天津的，知道天津哪儿的吗，天津河东的，知道我家三十年后住哪儿吗，不知道，古人都知道啊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，去年卖你们家，今年就该卖我们家了。我这怎么着，我为难了，到最后您猜怎么着，我旁边一个保定小伙出来替我解围了，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干什么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在这个地界我都看了半天了，人家说的对呀，你们好个事办的不对，你的桃现在都成了哪们保定驴肉火烧了，都想吃啊，那你们不能光说，你们得听人家卖桃的说句话得呗。大家说让我说话，那我就说吧，我说乡亲们朋友们，要让我说我这个桃啊，我不卖了。为什么不卖呢，我要送给大家，因为你们来到我们深州，来到我们乡下，你们都是我们的客人，都是我们的朋友，我把桃分给你们，你们品尝一下，如果觉得好，回家之后呢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的人来我们这里买桃，来我们河北投资，那个时候我们农民就富了，咱中国有13亿人口，有9亿农民，农民富了咱中国就富了，农民有钱了那才叫有钱呢。然后我赶紧说了一句话，来吧分桃，谢谢。太好了，这个平时也做婚礼主持是吧？对对对对 对， 对，也说相声吗？相声是受您的启发。哟，那不敢当。您说到这儿，郭老师，今天我有这么机会啊，我还想送您一份礼物。太好了，真的，这个礼物啊，不是桃，不是桃，不是桃啊。这个书呢，您说到我做主持，这是我自己写的一本书。哎呦，真了不起啊！叫《婚礼主持难不难》，然后里面呢，我写到了一句话。哦，一片片写的。嚯！这是在2006年的时候，我偶然听到了郭德纲老师的相声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，于是试着把相声的一些包袱和元素揉进主持，并开始在主流和非主流主持之间找自己的定位。然后呢，真的是受您的特别大的启发，谢谢，这个书送给您，我珍藏，谢谢啊，谢谢郭老师，谢谢郭老师，谢谢。这个邢昆仑表演完了啊，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三位裁判，石先生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刚才这小伙子表演的叫。单口相声啊，模仿了好多地方的地方话，学的都惟妙惟肖，非常之好，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，如果按照相声要求，你这个语言节奏始终就是在一个节奏上，我们的术语叫一道汤啊，你就是没有强弱快慢起伏的这个变化，没有了，太赶了，只是一个节奏了，对，所以太赶了。另外呢，你光学了方言了，你没有把当地人的性格揉进去，如果有了语言，再有了形象，有了当地人的那种性格，那么你塑造出来的这各地的人物，他就丰满了，他就鲜活了，从形体方面，从性格方面，你没有去挖掘，没有下功夫，所以这是欠缺的地方。谢谢石老师，好，谢谢石先生，我记住了，吴周彤，
我补充一个，我觉得还有就是没唱，是吧？要不然我没得说呀。我觉得刚才听你这一段的话，又像相声，又像讲故事，最后还有点演讲，搞不清楚啊。当然，这可是你个人的风格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来看你演出的人来说的话，最好你的特点和性格要鲜明，这样我们才会喜欢。嗯，好，谢谢吴老师。那老师，作为主持人呢，我觉得呢，你有一个巨大的问题，就是照顾的面不广。您这上来功利性太强，直接奔郭老师和石老师，我和武卓彤你都没提到，不是我心眼小啊，我是一个心胸很大度的人，对吧？三个评审坐在这儿，你上来夸完郭德纲，你就说是见着石富宽老师，你今儿才来的，那我们俩在这就完事儿了。我这个心胸很宽的，我只是从业务角度来说，我不生气，对吧？武卓彤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对吧？就是我们心里没什么想法。就是你作为主持人，又是婚礼主持人，你得照顾到了。你送礼，你送书，你带几本来？你为什么只带一本来呀？对不对呀？你送他，还朗读了郭德纲这个先生的一段话，那我不是挑事儿。石先生没写过话吗？啊，是不是？您别往心里去，没事儿，您别生气，啊，没事儿，您别难过啊。所以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呢，这是一个很失败的。看见了吧？看见了。这裁判多鸡贼啊！受益匪浅。三位老师都是善意啊，是是，尽量往好处理解也就是了。不过你也看出来，这个行业确实很难混。对对，好好的卖桃吧，别来了，真的。